Hello， 大家好，我是 Heidi。Hello， 见到呢一个阵仗，估唔估到我哋做紧啲乜嘢咧？呢一度有啲咩啊？有拉面，有嘢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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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嘢食。孙悟空系啦，因为咧我最近系上网见到有呢个神还原捞捞面啊。你知唔知咩系捞捞面啊？我知道，系我嘅童年回忆啊！冇错，好多人嘅童年回忆、啊。你最中意食系边一间啊？食得最多应该系旺角兆万咯，系我都系经过兆万咧，系好想好想食啦，同埋咧系一种大爷嘅感觉，因为以前系十蚊四包嘅年代。冇错，你都系呢个年代嘅咩？唔好記得啦。咁anyway 啦，我就上網見到有個食譜咧，係可以完全 copy 翻個味道咧，我就想試一下，然後就同大家一齊整下呢個撈撈冷麵啦，跟住一齊傾下偈咁樣嘅。講起撈撈冷麵咧，你最中意係嗌咩餸㗎？我唔記得咗咯，其實我食過幾次。即係你陪我拍嘅，我明明講嘅時候你就興奮話：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咁樣嘅。我以為你真係同我一樣成日食添。我最中意。一定是牛骨髓，因为以前是除了捞捞冷面之外，我不知道哪里有得吃牛骨髓的。是啊，跟住之后我会嗌裸肉啦，我特登系买咗呢一个裸肉，为咗拍呢一条片啦，同埋呢位先生系中意食中华沙律嘅。跟住呢一度有兜杂锦嘅餸啦，我系放咗厨师肠、芝士肠、牛骨髓、墨鱼片、牛柏叶同埋粉肠。粉肠系突然间想食嘅，应该出边未试过捞捞冷面有粉肠噶，应该未食过，系，不过我哋 freestyle 啊。咁同埋咧，呢度就有一兜嘅冷面，我今朝就全部嘢烚晒啦，然后就摆喺雪柜嗰度整冻佢。而家咧神还原好紧要嘅一样嘢，就系、是、一个胶袋。我觉得呢一个捞捞冷面系唔可以用碟去食，用胶袋食。系啊，最多只有洗翻再用啫嘛，冇嘢嘅，系咪先？咁同埋咧，我屋企揾到啲竹签啊，因为我哋平时有烧嘢食都会用到咧，我哋就将成件事好似出边嘅放大版咁样。冇错，成一半嘅 size 咁而家我哋一餐嘅份量嚟噶啦，咁就开始啦。我哋要做啲咩啊？老细。夹咗冷面先，你会食几多包面噶？一包咯，因为我见有啲人系食两包三包。但系你唔会当正餐噶喎，嗰阵时食多。唔会嘅咩？唔会，我会当正餐噶，系啊，过下口瘾噶啫。吓，我系去补习之前咧。跟住就會食呢啲撈撈冷麵，以前好多噶。我記得除咗旺角之外咧，我中意喺灣仔啲電腦中心裏面咧，總係有一兩檔係賣呢一類型嘅撈撈冷麵嘅。兆萬嗰間好似最大間。最犀利係佢而家仲喺度，我今年年頭仲有食過。咁跟住之後咧，我就夾餸啦。我真係唔知點解自己會買粉腸，但係我真係好想食粉腸今日。牛骨髓啊，佢系精髓嚟嘅。有冇朋友都中意食牛骨髓？系咪女仔中意食牛骨髓会唔会好奇怪？都唔会啊，你都系一啲食内脏嘅人。我真系好中意食内脏，嗰啲猪大肠啦、猪润啦、猪红啦、牛杂啦，跟住哇，所有我都劲中意食咯。我今日系全部白杂噶，好烂啊，冇落到任何调味，应该一阵个汁系够啩，我谂够啦，我哋自己落嘅。系啊，系啊。跟住就到裸肉，其实我是不吃中华沙律的。跟住为了拍这条片呢，我买了这么大包的中华沙律和这么大包的裸肉。那个原因是我去餐厅如果嗌一碟呢是三十几元，昨天见过。跟住我去那些冻肉铺啊，那些日本食材的铺头，这么大包呢又是三十几元。我没理由不买一包啊。同埋他说可以放在冰箱那里呢慢慢吃的，那就可以放很久。把心一横，我就买了更多了。然后就是蒜蓉了，我今朝整了一堆的蒜蓉。这个重点。重点，你会不会多蒜？多蒜Me too。落三斤先。哇，拍完这条片的口好汁。没错。跟住就是个汁了，蒸鱼豉油。因为我们没有蒸鱼豉油，我用甜豉油代替。兩個 tablespoon， 然後到麻油咧就一個 tablespoon。我哋跟比例落咗先，如果好唔夠味，咪全部 double 啦。OK， 正，係啊，香口。金生係好中意食麻油嘅人，
直接飲咯，懟咗佢，清咗佢啦。跟住咧，蠔油半個 tablespoon， 係啦。時間關係，我就將個蠔油咧擺咗喺只碟仔度，因為蠔油要燉出嚟有啲難度啊。最後咧就聽講係靈魂嚟嘅。一個士拉叉辣椒醬，其實我上網睇啲人就話用李錦記嗰只，咁但係我就唔想買新啊，所以咧我屋企本身係用緊呢一隻嘅士拉叉辣椒醬咧，就用埋佢，應該差唔多味嘅啫，我覺得應該差唔多啫。呢個係一個 tablespoon 小辣版，你使唔使要多辣？小辣先啦。好，我而家就將佢撈下佢。呢度係而家唔知賣幾多錢咧？我年頭食過一次，但我唔記得咗。應該要20幾30蚊，係咪葵港嗰啲會有咧？而家唔知啊，係咪有葵港啊？都冇，葵港啲嘢再貴啲個葵港啲嘢應該。我好耐冇行過葵港啦，緊張啦！究竟可唔可以自己還原到唔使出去買咧？我覺得可以每人落多啲。我覺得唔係好夠味。我覺得都唔係好夠味，即係食得呢個就唔好清淡啦。冇錯。千祈不要介意健康，不是，其實80都很健康啊。我們下那些醬，平時煮飯都是下這些啊，但下了很多，是吧？哇，很香啊，你都覺得很香啊，是不是啊？你吃什麼？哇，正啊，是不是啊？哇，你不吃得啊？你不用看著我了，你真的不吃得啊，這個是不是回來了，回憶？嗯，正啦、啊，嗯 ，OK 啊，嗯，嗯，个裸肉都系精髓，我觉得裸肉都系必备。大家快啲留言话俾我知，你哋平时中意嗌啲咩餸？其实点解你会净系食过几次？系咪你嗰个年代？虽然我哋净系争两年咧，系咪已经唔兴食呢样嘢？都唔系，因为我少出旺角咯嗰阵时。咁你会去边啊？時代嗰啲咯，時代啊 ，Sogo 啊 ，Sogo 行街噶細個會，啊唔係去世茂，啊打機，係啊，嗯，我世茂嗰個機鋪真係又係我個童年回憶嘅喎，嗰陣時我唔係去打機嘅，我影貼紙相嘅細個去，嗰陣時我留低咗好多 record 嘅，揸車啦，同埋嗰啲玩節拍嘅嘢啦，就唔記得咗，啊捉碟機，嗯，做咩出名？我覺得嗯。嗯，喂，咁大个袋直起嚟，有啲离奇，系咯嘅。但其实我有个细一个 size， 但我俾你睇咧，你就会觉得唔用。你等我一阵，我另一个 size 系呢、這个，因为佢下一步就系呢、這个。咁系咪一定要用呢个先？冇错，攞个碗之后，食再摆落，好似系满食咁样。哦，可以啊。我惊笃穿我就。睇下几多要求。冇错，我系对生活有要求嘅人咧。仲有啲咩童年回忆咧？而家系消失咗噶，又唔系消失咗，只不过大个咗唔会再去嘅。嗯，牛骨髓好好味。去行山宵夜食嗰啲咯，叫翻我行去长途跋涉咁样爬上个山度。嗰时喺边度咧？北角山。哦。大潭嘉逸公园。啲水塘嗰啲。嗯，好似而家大家都冇呢条树啦，系咪？而家变咗工人姐姐喺度边做咯，唔系而家系咪可以揸车去？其实好多都，只不过我哋唔知道。同埋好多人都系会去嗰啲已经有晒嘢食咧，烧烤场嗰啲系啊，即系直接好似自助餐出嚟夹咁样。但系嗰个都系我另一个童年回忆噶，即系我有试过再细个啲，可能系十岁嘅时候咧，就会系咁样一班亲戚啊，拎住啲炭啊，买晒嘢食啊，喺某个巴士站等啊，一齐去嗰个地方烧嘢食啦。人去到大个，可能读书嘅时候咧，就会开始同啲朋友约埋去啲烧烤场咧，又系另一种开心嚟，我都觉得。跟住而家你就变成咗喺天台，冇错，自己烧嘢食，而家连出去都唔出啦。嗯，我自己嘅童年回忆，应该而家啲小朋友唔会做噶啦。落屋企楼下个公园咧，我屋企楼下个公园系有个咁样嘅圈嘅，跟住凹咗落去，我哋就喺嗰度片四驱车咯，片爆船陀螺咯。嗯，但四驱车直行噶喎。唔系，你围住呢度咧，佢就会围住呢一度咁样行噶啦。即系冇猜到嘅。冇猜到噶。跟住要改装嗰架四驱车啊，要买嗰啲零件啊，跟住去砌咧，好似好专业咁嘅。我都有砌过啊。嗯。啊，唔系我哋男仔细个玩数码暴龙机咯。我都有玩喎。你都有咩？嗯。我有 Time Machine 咧，
有數碼暴龍機啦，跟住有 Game Boy 啦，咩要計步數噶嘛？咪要錯咯，係咯，即係唔同噶喎，即係代每一代都唔同。細個中意睇咩卡通片啊？好多喎，小英啦，你最喜意飛天少女朱士定？唔係啊，中意睇美少女魔法陣啊，美少女戰士唔睇，我睇婚紗小天使。叫咩名啊？咩？叫个女仔叫咩名？唔知喎、啊。桃子啊？系咩？唔系咩？有百合初谷啊嘛。好似系啊，但我记得我大结局我系去咗补习睇唔到咯，细个唔识搵翻嚟睇咯，大个又唔记得咗点睇，大家可以讲翻个结局俾我。系咪人真系遗憾？冇错。但系我睇《婚纱小天使》嘅结局。冇错。其实底嗰啲好难承夹到出嚟，即系本身个 design 嗰个袋个 design 其实有计过嗰啲宽度啊、深度啊。对啊，原来唔系每一个袋都容易夹噶，我以为求其攞个袋都一样，即系佢有学问喺度。你唔好睇小佢十蚊四包嘅捞面，系有精密嘅科学咁样，符合人体科学，但满唔满足到食嗰个捞捞烂嘅的心、嗯？虽然你冇个味道咧，相似度咧。都似我細個嗰啲，但個面有少少唔一樣。係，但我哋呢只應該再靚啲。今日我哋所有嘅嘢係 upgrade 咗，佢直情可以開檔添。喂啊，不如我喺長洲買呢一個，有冇人會幫襯？見到我哋喺長洲推住架車仔喺度撈咯，係咯，長洲都冇呢個。係啊，係可以整嘅喎，全部喺長洲買嘅啫喎。是啊，如果大家在长洲见到我们卖这个的话就不要惊讶，我们现在开始从长计议，没错，是啦，开始做生意，开始整车出来了。大家呢有没有估到我的料在哪里买？我觉得我是很醒目的，但是个成本就有点高。我是在那些打边炉铺头呢，跟住双拼了两样，一个就是牛柏叶拼墨鱼片啦，跟住就是粉肠拼牛骨髓呢，完全劲 match 咯。我发现呢啲同打边炉嘅料呢是一样，可以加肥牛。可以的，加胡丝咯。哎，有啊，有胡丝噶，我送有胡丝噶，可以加豆皮滋粥嗰啲，应该都挺好吃。你会不会愿意下次再整啊？都可以啊，但系就唔用胶袋，因为今日拍片想完全还原咧，我就想用胶袋。而平时应该其实用翻个碗就 OK 嘅。食呢个捞捞冷面配一个屎包饮品，冇错。咁有啲乜嘢系配珍珠奶茶呢？我知盐酥鸡，系啊，同埋手爪饼、就要配珍珠奶茶。出去掃街咧，係要分唔同派別嘅。嗰日究竟想掃啲乜嘢，跟住配咩嘢飲，係一個高深嘅學問。即係好似配紅酒、白酒同埋 champagne 咁啊！你話 pairing， 零食飲品 pairing。不如我哋而家喺度 ending， 因為我哋都係食翻同一樣嘅嘢。大家再睇嘅話咧，我怕会很无聊和很闷，你看我们两个废噏以前一些很无聊的回忆，整件事就是无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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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段片都是很无聊的。不是，但是我真的很想一路拍片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小时候很喜欢吃的一件事，怎样可以用简单家里已经有的酱料呢就做到出来，是很开心的这件事我觉得。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兴趣整的话呢，真的没有难度的，在家里求其就已经得到了这个十蚊四包捞捞面的自己版本了。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这条片的话呢，记得给个 like 和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每个礼拜都 upload 两条新片，逢星期六的下午三点和星期日的十二点。对，那我们下条片再见啦，拜拜，我们继续吃啦，好饱啊，拜拜。我偷得幾靚，我嗰個勁深色喎。點解你嗰個好似汁咁樣湯咁樣嘅？我唔知啊，我好飽啊。